你淮安的村可太多了，可太多了啊！长街沟路全是有个木库，说什么是那个还有啥粮？那个地方一顿的视频，石坡底不下几百遍，刚才还看，刚刚还看了。这还真把我这会儿碰着你了，啊，正好碰着了。拍的还不赖，拍的不赖。有个什么，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。啊，还行。虽然不是普通话说的不成标准话，但是语音还行啊。因为我是那个山西人，也说不了咱们那个当地方言。你去山西去那一叫的吃什么饺子的倒够了，这个是吧？有这事儿吧？我九姨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因为是我们都说天天看你的那个视频，可真不错。来上我们这里就好几回了，哪儿不这里呢？对，我天天看，看看我老婆说，滚锅炖油出来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这门口那挂件下那么多，哎呀，这倒不赖啊。这是个收稻子的机器啊，您自己买的？哦，这买这个机器多少钱？要交是个20多万吧。20多万，都买了几年了？也2年。哦，收了2年了。啊，咱们这个村里头，现在这个就是淮安这一块有多少？总共有多少亩呀？做这个水稻的？哎呀，不清楚，我也不清楚。大概是，你收稻子你还不知道？哎，造纸你不跟他种地，哦，也就说，就咱们二堡子这块种的多，还双家房是吧？啊，双家房四套，别的地儿也没有啊？有地方有那些绿林园，多少的？咱们这儿也没多少啊。这个你得有水了，也是没水就不行嘛啊。啊，水稻都得有水。这个得，它这就是插上稻秧，得长期保持有水是不？啊。就得在水里头生长啊！啊，你这买这个机器，咱们这儿稻田不多，这能挣回来？哪门挣？啊，就是。啊，你要不呢？啊，也得好几年啊。啊。你们家种了多少，大哥？5亩地。5亩都是水稻啊？水稻。啊，这一亩能采多少了？然后那年1000斤米吧。啊，就是从米这1000斤啊。咱这大米一般是哪儿的人来买了？就是咱们当地的是卖哪儿了？就咱们当地周边。啊，就卖完了啊，都买点本地的新鲜嘛。啊，因为新鲜，这会儿都是当年产的。啊，当年产的。你不知道你好不好？就是。啊。都是咱们附近的人都买完了，附近又不种。啊，附近种的少了。啊，这是又到这是做前期工作呀，是不？啊。这是做前期工作呀。过两天收的时候都趁手了啊！我就说现在调一调先啊。啊，经常怀的都一座点。啊。这加什么？加柴油了吧？柴油。啊。这得几年差不多能回个成本？20来万，该回和机器不算了。你这个生活上，你可得设计机啊，生活都是飞机啊，慢慢折吧。对，就是，这个急也不是个急的事儿。这个单能收大米，收别的能不？小麦。啊，咱们这儿不种小麦，现在，你们也不去别的地儿收小麦去？啊，一年收那个他们给我们改过的机器，收过谷子。谷子、薯子啊，收过没？高粱。啊，高粱。啊，这了是啊，这个人没有个事啊，对，咱们这附近也没有，这一块就种大米的多。这两天叶子死了，就剩南瓜了。在一个西红柿吃，这儿的西红柿可好的了，在城市里头买不上这种。哎呀，你这净大的没小的呀？啊，大哥，啊，你这西红柿净大的。我
想在哪个在哪个啊？我看净大的。看看大哥这西红柿。啊，等说就这么检查也不行，等收的时候还出问题了。不是大问题吗？小问题好排除，大问题先排除。啊，自己能排除了啊。要不然你现在不拿大问题排除了，到地里以后一耽误一天两天。啊，人这机子收了，你这儿坏。放心，找个高级。就是。哎呀，大哥，这西红柿好吃。你看看，没农药啊，农家肥就是，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。看看大哥这门口种了这么多菜，院头还种一院菜，还有棵树，这又到种上秋天的菜了，胡萝卜、白菜、圆白菜。